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！大家来到阿菜 ED 烧厨房的第一集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D， 我是睡的主理人。ED 是蛮特别的，因为他很会做 fusion 就是中西合并的料理或者创意料理。然后他之前曾经被我小刁难过，因为我刚刚就要求说，我想要喝龙虾汤，但是又不想要太浓，我希望它是清淡的龙虾汤，有那种爬开来的秋天的感觉。然后他之前做的出来，觉得他非常厉害，所以今天很高兴能够跟 ED 合作啦。那基本上呢 ，ED 我们今天有两个来宾，好，我们欢迎宁宁阿乐，罗嫂好。两个小妹，我们来看看吧。对对对，我们是那个罗总派来的。我想知道一下，我到底找了谁来？等一下，你们知道这个节目特别的地方在哪里？比较偏向左美国节目，所以你们看到一开始进来就已经有酒喝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刚喝完一杯了。重点是哦，我们是有观众来现场的。平常那种料理节目，大家只能用看的，所以我们把他们请到现场来，也变成我们来宾的一部分，让他们也吃得到。然后再来，我们今天的主食就要叫做西班牙海鲜饭。我、海鲜我略懂，必须的观众也是略懂。最近不要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厨师是非常专业的。那ED准备来跟我们认真介绍一下西班牙海鲜饭，有没有吃过？其实我觉得炖饭有些，我就喜欢偏硬一点点的。你喜欢硬的？你喜欢软的？你喜欢软的？你们对西班牙海鲜饭就这样？而且我的海鲜饭是那种奶油的，厉害是炖饭，他们是炖饭，不是西班牙海鲜饭。好，那我们让ED来讲解好了。好。西班牙一顿饭不是顿饭啊，对不起。好，我大概先讲解一下这道菜。那基本上它是早期农民在吃的，但是它原本的主要食材是瓜牛、兔子，然后后来它慢慢的发展起来，我们就是加入沿海的海鲜。那它基本上要用一个铁的锅子，然后它是一个圆形的，然后又是薄的去做。现在在西班牙一定要用到这个锅子做的，才能叫做西班牙海鲜饭。那因为这个锅子的话，在台湾比较难取得啊。我们现在今天做的话，我们就会使用铸铁锅，就一样。它是全铁的。我刚看到比较特别的是这个东西啊，通常西班牙海鲜炖饭是用圆米，然后粗一点、大一点，我特喜欢。那有没有长一点的？有，今天就是长一点的。我很讶异，这个是萨瓦迪卡。对，没错，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。因为西班牙海鲜饭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性，它下锅之后就是要不去搅拌它，用高汤让它一直去吸收油，去底部去煎香它，所以它底部一定要有锅巴，米也不能够烂掉。在我们餐厅就是会去用泰国香米这个米。好了，那我们介绍完之后呢，ED 要准备来做你的食材了。对，那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食材，这个在于，我就跟你说，魔女之家不是开假的。那你们猜得到它的价格吗？它是单位，公克，一公克多少？300块。一定是刚刚有听到我，我发誓有这么听的。所以像这样小小一罐就3000块。那我们一定要准备处理啊。那有没有什么东西，什么小 paper 可以教一下我们的聊天室？我觉得现在可能国民男友的基本素质就是要会剥虾。没有，聊天室应该会说，剥什么虾，自己剥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剥。对对对，然后我教大家一些小技巧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虾子，我们用左手的拇指跟食指把头就是转掉。把头转掉之后呢，把身体翻过来，然后呢，我们用大拇指把它的脚稍微滑过去。哇！对，然后我们滑过去之后呢，大拇指再从第二节尾巴的地方脱掉，它就是一只。哇！对，我直接很快，完全没有就是脱两层之类的。现在他准备要去做他别的事情，好，变成你们两个的秀。我先讲解一下这个挑战里面，赢的有酒喝，输的你要做一道料理出来。那我选了洋葱，我希望你们去想一想，它在西班牙海鲜饭里面是怎么样子去料理的？是融化掉？怎么样形状？形状很重要。长条形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形状？我喜欢，我等下切给你看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形状？长条形的。我喜欢什么样的形状？应该喜欢螺旋形的形状。小心，小心哦！哦，他这个拿刀，我们导播只要切得下去的都是好刀。好了，等场，好可怕哦！好了，你觉得形状都这样？长的。好，那你已经好了。好，我好了，换你。好，好，行。哇，好难哦。我觉得你很稳哎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咱们都是贤妻良母的。对，哎呦，他切的不一样哎，他切的已经碎哦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看看
两个表现完了。对，来，我们让 ED 来选择，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像 ED 会选的？对，一，妮妮的，我比较适合，三个还是略有不足啦。好，那我就处理一下洋葱，基本上往上或者是都会有。哇，你超顺哎！不知道不用看着吗？就做久了是可以不用了。我觉得会做菜的男生真的很帅。你想干嘛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他还哇哇哇哇！那接下来下的每一刀都会蛮细致的。对。哇！他这是切成那种聊天室也可以闭着眼睛按 Q W E 啊。有人问说，请问这小哥哥单身吗？对，我对。哇！现在我会给你三张卡片，你要抽出一张，想象怎么做它。我要橘色。笑死了！阿尔，看现在聊天室有三个选项，相机爱情要怎么做？不是你一个人来完成。第一个选项是什么 ？ED 简单的叙述十秒钟。然后第二个选项，聊天室帮你完成。第三个选项，多二给一个朋友。喂，你会做好吃的饭吗？做爱心的饭吗？也就是我现在要做了一道像极了爱情的饭，就是爱情。现在不是可以做炒饭吗？哦，炒饭哦，炒饭哦。好，那阿乐开始喽，我帮你拿了这个。好，我现在有洋葱，你希望我让它长成什么样？还是变成一场？饭不是要切碎吗？我们照着小罗的步骤，对对对，去做。青椒、这个、彩椒要怎么去处理？彩椒怎么处理？彩椒是青椒吗？黄色的青椒还是一样，再把它切碎。好，那就随便切了。还是要再把它切碎。哎，这个鸡肉怎么办？鸡肉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对，那要切成什么样子？一块一块的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可以啊，炒饭其实这样子是很合理，因为基本上你要切到一样的大小，这样受热才会平均，才会同时都是炒好的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很专业 ，OK。然后嘞，这个菇怎么办？茶树菇很长的，又长又细的菇。那得切一下吧。那也得切一下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最后我们全部混在一起炒就好。哎、欸，可是这边好香啊。罗杰，那个鱿鱼怎么切？现在炒虾壳，对，然后我们会加入高汤，让它变虾膏。我们刚刚剥下来的头跟壳，我们用油去把它煸，然后再加入高汤，让它变成虾的高汤。做虾的高汤，再做蛤蜊的高汤。好了，我这里好了，那我要怎样去下这道料理？其实应该是要先炒一下，所以你这个怎么要表达像极的爱情？有一个爱的人在旁边说：“哎，我们先怎么做？先怎么做？”有一个爱的人现在很开心。不是，我要讲一下，因为其实我刚不小心下一块鸡肉下去，然后我就跟伊迪说，他说没有关系，爱情就像这样捉摸不定。哦，伊迪好会，伊迪很厉害。不是，他罗杰要收工了，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最后要问罗杰的？罗杰遇到对的人就冲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好了，我不管了，我都可以下了。好了，就交给你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看一下这个，这是高汤，它做出来是红红的耶，因为是虾。对啊，等一下我要先跟 ED 讲一下，因为 ED 说哈，这道菜是要用高汤加白酒去熬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基本上一般的海鲜饭啊、炖饭啊，下蛤蜊或者是下蔬菜料之后呢，都会加入白酒，它里面有一个成分是会让它鲜味提出来。啊，你下了吗？还没，因为我不能下，我下了之后，等一下我要怎么回家？我今天这一道就专属为了你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啦，你可以喝了啦。啊，你这个等一下你没有介绍，你先介绍完才喝。罗杰天才像极了爱心。我要讲一下这道菜呢，我们里面的备料有鸡肉、蛤蜊，然后香菇，有番茄，然后还有彩椒。没有，聊天室说这道菜怎么看起来很平淡？平淡也是爱的一种。对，这也是一种爱，走得长长久久。香菇像极了爱情，想哭。哦，来，你要准备来吃罗杰天菜了吗？我跟你讲，有加一点酒。上来，请上来，请上来。哎，他刚走进来，我侧面看以为是魔石。来我们节目之后，明天就不好说了。爱是爱，好吃，有熟，好吃。我自己试试看啦。我也想吃一个哎、欸。哦，偏淡偏淡。没有，我觉得食材选得好，鸡底打得好，怎么样煮都不会难吃。哦，茶树菇，很难吃口。我有点害怕，可是我吃到盐巴。哦，因为我刚刚才撒了下去。完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给我水，给我水！不是酒了，那有酒。我要去买酒。来，加点酒。上来，上来。OK， 那我们再关心一下 ED 在做什么好了。啊 ，ED， 我们现在到哪一个步骤呢？
哦，我们刚刚已经处理完虾跟蛤蜊高汤，然后我把它用鸡高跟鸡高汤混合在一起。那这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要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我料炒下去米下去之后呢，就不能够去搅动它，所以我会在高汤先调盐巴。如果先搅的话，它就会变成像炖饭了，它没有那个锅巴底部那个脆脆的感觉。所以这边高汤一定要先调味。那我现在就是在炒蔬菜料，蒜头、洋葱，然后番茄跟彩椒。那炒完之后呢，焦化之后我就会下米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吗 ？OK。你不要一直笑啊！你说你怎么没办法热啊？啊，你现在下，你看卡通吗？看看。那你喜欢汤姆猫或杰利鼠吗？蛮喜欢的。我以前也都看汤姆猫与杰利鼠。哦，我们现在已经在搅拌了。这时候真的就跟爱情一样，要等待一下。哦，有爱情为什么要等待？要等一下，要等一下，不是因为要等一下，要等一下，等不到、啊。值得等一下的爱情是最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会说我不喜欢你，那这样子不是就是不好的爱情了吗？没有，再相处一下，相处一下，等一下。那你身体也太烫了，这样子细水长流，细水长流，细水长流。我不喜欢你。我们会有下一集吗？我要酒，酒在这里啦！哎呦，我帮你倒，你肯定是要这样倒，这样子就好了。谢谢。然后跟他说，我们今天这个酒是什么样的酒，是什么，然后是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。麦香麦香茶的，对，已经很不错了。要再让它再金黄色一点哦。这边科普一下，一般来说网络上找食谱就会找到用橄榄油，可是橄榄油大家就想要用做这种高级料理，就会去买初榨橄榄油。这个千万不要，就买一般的，不要买到初榨，因为品质那么高，它基本上过了100度就没有它的效果。或者用一般的葡萄籽油啊，都蛮能够耐用。嗯，葡萄籽，葡萄籽是胸部上面的吗？这下就是慢慢的加一些糖。现在差不多可以下饭，现在这样放着就好，会熟吗？会会会。我们等一下会下高汤，再来一下番红花。番红花是这个时候下吗？番红花我们会先混在高汤里面，因为它溶于油或者是汤。那可以问一下为什么要加番红花吗？基本上西班牙海鲜饭缺少它，就不叫西班牙，就不是就炖饭。我们要转盘，还有两次啊，还有两次，还有两次。看你来转，我转吗？对对对，我要转。这个啊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秀出手机解锁画面，罗杰，不是要解锁画面，没东西看啊？他又没说 LINE 要打开。我们本来也没有想打开 LINE， 但是因为你这样说，我想要自己瞄一眼。直接把100万放在我面前，我花的你们全部开。哎，十周年。那我跟大家就是讲一下，就是刚刚在我们很闹的期间，伊蒂已经下了。对啊，对，记得如果之后如果什么西班牙海鲜饭的话，要记得轮流分批的下，要下几次高汤啊。2-3分钟下一次，那下面会熟的比上面还快。哦，会，所以这个东西它就会吃得到两种口感，上面是熟的，然后吸收汤汁饱满的那个米粒，然后下面就是就真的像锅巴那样子。那伊蒂老师，我有个问题想问，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是西班牙海鲜饭嘛，那海鲜什么时候是会下的？我这个海鲜饭的话，我是最后会进250度的烤箱，那时候。那时候再丢海鲜再去烤。哎，可是我可以问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之前做炖饭的时候有把锅盖盖住，因为它这样是不是受热会比较平均一点？但是因为锅盖盖住的话，它水汽会一直回流渗进去，那你就更容易烂掉。其实我觉得很香。现在是可以试吃了吗？你们要试吃吗？我想试试看嘛。我们等一下也邀请我们来宾来吃一下我们这个拌。你们可以认真的说自己你想法。啊，来，你上来，我们现在试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来，它味道是不是其实很好？嗯，很香。等一下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的手肘可以碰到手肘吗？为什么要手肘？你镜头哪一集？就哪一集？为什么？手肘碰手肘？哎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你筋蛮软的。哦，我们这礼拜新出的甜点，就是他们这礼拜自己新出的甜点。那我可以吃吗？可以，那我先吃。这是新出的，然后我跟鱼跟妮妮都很想要吃这个。真的很蛮好吃的，等一下我们等一下，就是连男生吃的话，是真的都会说我还想要再一个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请我们下面一个俊尼，还有大黑。哦，我觉得很清爽。来，我们大黑，大黑，啊，等不及啊，就他的脆扣在发抖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牛很，嗯，身为一个 YouTuber 就这样结束了，嗯，绵绵密密，就像你跟谁的爱情一样。
麻西兰。进烤箱的环节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我们现在好，我们先放，先拔下去，然后进烤箱。哇，好美，颜色很美，颜色整个不一样。好，我们要放上柠檬，沙柠檬上。对啊，基本上传统的就是长这样。摆盘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可以，那我可以先吃第一口吗？可以，你可以先吃第一口。来，那挖一个有这个鱿鱼的，有花枝的。其实它，你还是可以，就是稍微的吃到米心，中间有一点点硬硬的，它其实下面的话会有一点点锅巴的那种口感。嗯，它还是有的部分是比较深一点点。我找一下锅巴，下面一点。我真的没有吃过，就是用香米煮的。我第一次吃到，我真的觉得还蛮特别的。好啦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节目你觉得怎么样？第一集的感觉？我真的觉得说今天可以大家一起做这个料理的话，一样 YT 只要破十万的观看，我们一定就会录一支完全教你怎么做这道海鲜。没问题。好，那今天呢，非常谢谢大家收看我们阿菜一滴烧厨房。然后最后，如果你们想要赞助我们的话，会有合作来信，请在这边来告诉我们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